个王波的 combo， 但是后面的话大招好像是少了一些，狗在前面已经先被对方给秒掉，反手开招抽来的大招，吉克斯开始进行一个收割，然后后面的话还能不能可以再点掉，再继续点，又收掉。是准了，有进化再打比较好，然后要让后狗王没有打准再打。但是这里正面是的土路加的是金刚骇浪，马上变大招，阿紫想要反打，但吃到水了，后方就小恩小优在小优的表按得准，让 Mini Faker 的大姐没有放出来，后续闪来喽，闪进场。再做 combo， 这里的收割东亚太阳队看起来是完全输不了，熊是最弱弹幕，上来是把 final 给扫残，不过后面的 mini faker 已经无法再继续作战，上来把好打单，后面的 TV 克死下来，下一个走势已经 KTW 进场，用狂野途径，巨火狂袭开转拿到 triple kill， 这一号非常的害怕，在塔下是直接被逼闪了，那这样意思的，然后。搭配上的是对，哎，直接踩了进去，那后面的话也是跟上一个定制的去做一个保护，搭配上的是嘲讽，也开始进行一个强杀，但是 final 也到了去做出一个人员的交换，还是发现你这样的危险，对，开始进行一个扫射，要把这个人头给拿到。